中国人俾嗰啲鬼佬啊，日本啊，已经暗足，又系香港啲男仔已经暗春咁样啊，已经毫无男子气概。你哋最啱，俄罗斯女仔见到哇，呢啲暗春仔正喎、啊，可能啊仲抢手。见到你哋成日喺度，即系好冇男子气概氹女暗春咁嘅款啊，可能好好。不过我谂佢哋未必太中意呢啲，即系太暗春 feel 嗰啲咯。我嘅感觉鬼妹好少嘅，鬼妹啊中意强壮啊强悍嘅男性，所以你好少见到即系亚洲人追到鬼妹，即系通常鬼妹啊中意强悍型嘅男子多啲咯。啊，话我废。即刻啲人喺度讲咩？你意思话咩啊？我系暗春啊，即系话我系暗春型嘅男仔。话咩咧？如果你而家型啊，如果你而家自己肯型系，话咩？而家咧，你哋肯型自己系以即系好似暗春咁冇男子气概，即系成日追女追到做兵咁样，而家做下一嚿。你知耻近乎勇，我成日都讲呢样嘢嘅。你哋要读嗰个咩《廉颇论双鱼列传》，你一定要。最紧要有学识知耻近乎勇呢样嘢，你要知道自己有咩不足之处，你先可以改进，系嘛？因为你而家认嘅仲有一嚿嘅，就系知道知错能改善莫大言吓、啊，你又可以，你哋仲有机会可能可以沟到我妹，否则啊冇啦，你一定系冇可能沟到吓、啊，你点睇？又话咩多腹肌可唔可以就啊？得唔得？唔系就系心，最紧要系心劲咯，心劲自然劲，肉体上都唔系啊，系你个精神上嘅要强悍咯，有担起头家，好 man 啊，咁嘅感觉散发出男儿气概，灰男熟咁样，有啲人虽然好细粒，好矮细，但系男子气概嘅话，就吓乜都掂啊，心劲自然劲。有话咩啊？系我系暗春知错 ，sorry， 达哥，你又有一嚿。你成功被第一位被救赎嘅兄弟，呢位耷耷 K 耷耷 K 兄弟，你一定啊，你好，你系好似廉颇一样嘅，知道自己过失嘅人，勇于认错，你将他日成就一定系吓、啊，一定系非迟中物嘅，你一定系迟早系人中龙凤。我好少人可以够胆咁坦率承认自己暗春仔。你系嗰个咩茶事故香龙嗰个咩暗春仔，但系你肯认你又会迟啲有嘢，暗春仔后来都变到好劲啊，咩炒茶好犀利。总之就系咁咯，你系会唔会去？你我想问你有边位兄弟试过同俄妹拍拖？有冇人而家同俄妹结咗婚定点啊？呢有冇兄弟？肯定个个喺度吹去自吹自擂，我有冇？有冇人同个俄妹拍拖啊？讲下俄妹嘅性格系点样啊？我都估到个个话咪咪咪咪咪，你点识啊？你识你同俄妹系用咩点样沟通？又喺度全部沟晒俄妹咁啦。啱啱你做咩咁羡慕啊？啱啱又咩唔好分到咁细啦？香港同中国大家都系咩？佢话我都想识俄妹。如果你哋已经系同个俄妹拍拖，仲使鬼咁样喺度话要用呢啲咩网站定咩相睇咩？大佬好简单，如果你想识俄妹，直接买张机票过去识咯。想结婚去西伯利亚，又话同个俄佬拍拖系咩？同俄佬拍拖正唔正？俄佬系咪？俄佬系咪好冷傲啊？佢成日饮酒饮极都唔醉定点样？讲佢离谱啊！啲人话咩用身体交流啊？点？总之就系咁样啦。总之而家就话俾你听，其实次次听到啲新闻咧，都系得个痕字啊，即系根本就好少发生话哦，边度又咩委内瑞拉咩全球最多世界小姐嘅地方，又系咩男女失衡啊？咩快啲去啦？点？都系冇用嘅，即系呢啲嘢永远都唔轮到我哋咯。